您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吴俊松。卫福部健保署长石崇良宣布，自费高达上千万元的 CAR T 细胞免疫治疗，有条件纳入暂时性支付清单，是健保首次给付细胞治疗。预估一年大约100位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的病人可以受惠。用于血癌及大 B 细胞淋巴癌治疗的 CAR-T 细胞免疫治疗法，一号起纳入健保给付。健保署长石崇良预估每年将有100名患者受惠。健保将采为期两年的暂时性支付，每位病患的药价高达819万元，预估健保每年需挹注约8亿元。那过去三年哈，每年在素馨您主持的癌症论坛高峰会哈，我都主讲 CAR-T 哈，但是那时候呢，我都跟洪主持人呢相望叹息，就是说我这么昂贵的我的细胞药物，健保真的有可能给付吗？哈，但是呢，未来之慈济哈，就如同我们真言上人一直勉励的，有愿就有力，愿望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那这期间呢，我们两个学会呢，以及癌症希望基金会呢，也不停在署长耳朵旁边敲边鼓哈。那终于呢，昨天10月1号，就是健保十一月一号就已经健保给付 CAR-T 的就是 TMRA 这个产品哈，是高科技的一个细胞产品啊，那真的是令人感恩，令人赞叹。我昨天晚上去看了一场电影。是魏德胜导演那么拍的一部这个类似像纪录片的电影啊，叫做 Big B-I-G。 那这部电影是在描述六个迷癌的小朋友，那么同住在癌症的病房里面，那么六个感动的故事啊。那这里面呢，当然我昨天手帕都湿了，真的是很感动。但是呢，中间有一位小女孩，她是主角之一，她很勇敢，她就是白血病的患者。她经过了化学治疗，几次的化学治疗没有效果，也历经了骨髓移植，好不容易得到的骨髓移植，也经历了这些骨髓移植之后的这些反应，但是最后骨髓移植失败了，所以他最后留下了遗憾，留下了给家庭跟父母的遗憾，离开了。但是我就在想，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天，那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CAR-T。这个CAR-T可以为这个故事创造新的篇章。所以我昨天就跟魏导讲说，如果你这个片子下次再拍的时候，我们有CAR-T，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小女孩可以打败这个白血病的恶魔。那所以呢，我要借这个记者会，第一个要先谢谢的是我们在座的所有各位，以及所有我们全国的同胞，因为大家出的健保费，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真的是要谢谢大家。所以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我们所有缴了健保费的所有的台湾的民众。那但是呢，这个给付呢，我想第二个要说的是，这个给付不是简单的像一个药物这样，因为这个CAR-T的治疗，它当然是带来了我刚刚提到的有一些难治型的或骨髓移植失败的这些白血病或者是弥漫性大细胞淋巴癌的这个病人的新的希望跟新的治疗，不错的一个结果。不过呢，它不是单纯像我们平常打抗生素啊或者是打疫苗这么简单，那么它需要的是从采细胞的过程的这整个环境跟流程，需要确保它的品质跟安全，同时它还要经过运输，以目前来讲它还需要送到国外去做
细胞的培养，然后呢，他还要再送回到台湾，哦，当然他要送回台湾，只要确认这一个细胞数是足够的活性，然后打到这个病人身体里面，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已经不是他原本自己的 T 细胞了，他是已经经过了编辑修饰过的 T 细胞。它当然具有杀癌的效果，但是它也会引起其他生理的反应，比如说像免疫风暴。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团队的照顾，它需要的是整个这个医疗的水准跟品质的提升。所以今天这个药物的给付，那么带来的是我们台湾的医疗水准再往上提升的一层。全台现有七家医院提供疗程，包含台大医院、台大医院癌医中心分院、林口长庚医院、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台中荣总、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花莲慈济医院。其实细胞治疗对于医疗团队来讲也是一个 challenge。那老实来讲，并不是教育训练，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做，其实远远在大概一年多之前，它一直包含在医院端，你必须有相当多医院行政的配合，其实然后还有包含人员的教育训练，其实我们就已经展开了。那为了这个 CAR-T 的治疗，其实大家知道 CAR-T 治疗其实基本上必须把细胞从病人身上取出，那这个过程其实有点点像原料药的制造。那大家可以想象，原料药脚它的规格是不行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行。所以并不仅仅是 training， 而且医院需要经过相当严格的品质认证。那这件事情其实厂商也必须要来做认证，他要认证你做出来这个东西其实符合他们的规格，他拿回去制造才有意义。不然大家可以想见，这么一个昂贵的药物，它如果从原料开始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其实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对健保、对病人、对医院来讲都是一个浪费。所以早在一年多之前，其实各医院就开始陆陆续续，其实两个学会我们就开始，不管是个别或者是合办，已经有一系列的教育训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要更强调的是，并不是医师自己一个人而已，还包含医师、药师，因为这个算是用药物来规范的。那另外一个，它必须包含的细胞收集人员、护理师都要一起合作。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多专科团队的合作。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的医疗讲产业好像有点那个，但是的确对医院的系统，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 challenge， 但也像刚才署长跟大家报告，它其实就是一个练兵，因为它是在细胞治疗。我知道你知道说，其实署长从医师师开始就一直相当注意细胞治疗在整个医疗产业的发展。那 CAR-T 其实是一个最严谨的一个模式，如果这个严谨的模式可以在我们的整个系统里面运作成功的话，其实也代表其他的细胞治疗也可以循着类似或者是说有些修正的模式，能够让它在我们的医疗对带给病人更多的一个好处。我想说这样子一来呢，据统计了，每一年呢会有将近100位的患者能够受惠。不过你我都知道，这绝对不只是100个患者的受惠，而是100个家庭。那这也是癌症希望基金会在过去21年来，我们长期的陪伴了众多的癌友家庭。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可以不必再看到他们因病而穷的悲剧，同时也不会再看到他们因为昂贵的这个治疗费用呢，只能够看着自己、看着家人的生命被癌细胞慢慢的吞噬。而且呢，我特别要感恩的是，我们在医疗前线的医护人员们带给我们这么可进性的一种尖端的医疗。而且我听说刚刚报告的有北中南东全省4个区域的医疗院所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患者，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患者呢，从此就可以不必再东奔西跑，拖着一个很疲惫的病体呢去求医了。不过健保给付 CAR-T 细胞免疫治疗列为2年暂时性支付，期间会评估再决定是否正式支付。记者温俊台北报道。
2023台北国际旅展在南港展览馆一馆盛大登场，吸引许多民众前去找好康。台北馆推出八大优惠稀客，包括了北捷跟 Hello Kitty 联名限定一日票、北北基好玩卡限定优惠，以及泡汤、住宿、餐饮等优惠，邀请国内外游客到台北来一趟冬季的浪漫之旅。2023台北国际旅展11月3号到6号在南港展览馆一馆盛大登场。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以冬季台北绚烂之旅为主题推出台北馆，寄出八大优惠稀客，邀请国内外旅客到台北跨年泡汤赏灯，提前规划一趟台北冬季浪漫之旅。像捷运公司的捷运跟 Hello Kitty 的这个联名限量的一日票，还有北北七桃的2日、3日、4日的畅游景点票等等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亮点。还有到我们的台北馆来呢，也可以来玩我们的叫做猜灯谜的互动活动，来炒热，来预告我们2024台北灯节即将要办的这个活动的时间跟内容。那另外在这里也有提供温泉的这个优惠泡汤券，还有这个餐券等等的哦。我想我们的各地的朋友们能够到台北馆来，一定可以让你这个不虚此行。那台北捷运因这个疫后的观光热潮，那我们这次呢特别跟观光传播局一样，一起参加这个ITF 这个全年度最大的旅展。那现场有很多的好康，那这一次呢，因为我们台北捷运有很多的会员，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呢推出很多宠爱会员的活动，只要来旅展现场就可以换猫缆的一日券，好，鹅乐的这个6次票，然后还有这个冰上乐园的滑冰券。那另外呢，我们这次有特别跟三丽鸥合作，好，推出旅展限定的一日票。那这一次呢，也是我们首次跟日本的东武铁道合作，好，赠送这个会员限量的这个东京晴空塔的半价优惠券。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都在旅展期间来台北捷运的这个摊位呢来领好礼。观光局长王秋冬表示，众所期待的台北最嗨新年城2024跨年晚会，今年将打造多元舞台活动。接下来2024台北灯节也将在城西区盛大举办，邀请民众来台北游玩，感受台北的多元魅力。台北最嗨新年城，我们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101的这个烟火之外呢，我们在府前的主舞台会有一些非常知名的歌的演艺人员来劲歌热舞。那另外我们今年多增加了4个主题乐园主题的舞台，这4个主题舞台呢分别跨越不同年龄层所喜爱的活动，包括老歌演唱等等的。那而且这4个舞台的位置都能够看到101的烟火，所以我们也鼓励每一个年龄层的朋友都可以到台北来参加这个跨年活动，可以得到你所喜欢的。也许你喜欢老歌，这里就有老歌，所以欢迎大家到台北来跨年。台北市拥有交通便捷的优势，旅展中也推出许多超优惠的票证，提供民众安排选择，搭配泡汤、住宿、餐饮优惠，让民众省荷包畅游台北。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台北国际旅展第二天迎来周末假期，吸引大批民众前来，国内外旅游业者也疯狂地寄出好康优惠，像是寒假行程早鸟优惠最高折1万元，还有国人最爱的日本自由行则是1万元游早。知名 Jump Show 热力四射的演出炒热现场气氛，还有航空公司用飞机涡轮挑起民众出国神经。台北国际旅展第二天，现场大批人潮，各个手拿店仔细比较，旅游业者也寄出超杀优惠，像是台湾民众最爱的日本自由行万元游照，还有才宣布开放台湾免签的泰国也是热门选项。因为 ITF 最主要是我们整年度最大的旅游展览，那我们除了我们一般团体的第二人折4000之外的优惠活动，那我们旅展现场有特别为下杀很多的一个商品，像我们现在只要那个冲绳7+9自由行4天3夜的话，我们只要7999，旅展现场我们还可以做第二人折2000的一个优惠活动。那我们的一个9州佐贺自由行4天跟5天这两个出发日期的指定的区间在11、12月份的话，我们是9999含税。
我们旅展现场的话，东京自由行最低价是12,999，那大阪自由行我们也下杀到我们13,999。那近期起来，我们泰签啊有开始有实施免签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团体旅游的话，我们旅展现场最低只要15,000游早的一个优惠活动方案。由于这次台北国际旅展是去年十月国境开放后满周年的首场国际旅展，旅游业者也观察到国人出国旅游仅恢复至疫情前的80%，因此更是卯足全力刺激民众消费欲望。以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数字来讲的话，在整个今年度的一个旅展的话 ，ITF 的流量还是非常人数非常多。那因为人数多啊，我们今天的一个订单，相较于去年跟今年整年度的一个旅展第一天跟第二天的一个效果，我们将近成长了15%至20%左右的一个人数。本次台北国际旅展总共有1300个摊位参展，不管是国内外旅游，还是机票、住宿、团体或自由行，还有饭店餐券等，都应有尽有。民众想捡便宜，可得把握机会。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2024总统大选进入倒数，为了维护选前治安，警政署在全国同步进行肃枪、扫黑以及打诈等行动专案，总共动员8000多名警力，逮捕回400多位黑帮分子以及非法枪械等等，希望强化选举维安，维护公平选举环境。警方敲开玻璃大门进入诈欺机房，压制诈团成员及查扣相关证物，还有破门攻坚瓦解黑帮组织及北中南搜索查扣非法枪支及改造工厂。为了维护选前治安，警政署全国同步进行肃枪扫黑及打诈行动专案，动员8000多名警力，在专案期间破获多个帮派组织，逮捕412人，查获87支非法枪支及改造工厂等。我们这针对这一波的这个等于是枪械工厂部分、地下工厂部分，查获有7处，那查获的案件呢有16件，那有这个87支的这个非法枪械，当然我们看到现场有部分的这个枪械。另外呢，我们的这批部分呢，我们有破获70件，那查获的人数呢有412个人，那在这个他们帮派滥以为生活动、经常活动的或者是这个违事的处所呢，大概有2354处。针对影响国人生活的诈骗犯罪，刑事局方面也透过情资研判分析，在专案期间破获诈欺水房6件及1处诈欺机房，并逮捕诈团成员。专案小组是结合我们的侦查跟我们的业务部分来做一个这个情资的分析。那这一次情资分析，我们这一起大概将近有10件的情资。那我们刚刚听到，我们各位警队也有根据我们这些情资呢，有查获了这个有6处的水房，有1处的机房，查获了这个诈欺案件呢有277件，那有1565个人，那查获的不动产呢大概有9处，那查获的新台币大概有18000多万，还有其他的车辆呢大概16辆。在破获的277件诈骗案中，以假投资约200件最多。刑事局方面特别说明诈骗集团的手法，提醒民众注意，避免受骗上当。他会在网络社群上面来投放假投资的广告，那并且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那等到被害人点击了这个广告之后，那再将被害人加入 LINE 好友，那再来加入这个群组当中。并且在群组当中来做投资的教学，还有分享标股获利的一个情形。那等到被害人有所心动之后，再诱骗被害人来连结下载这个假投资的 APP。那接下来再指示被害人将所要投资的这个款项交给前来面交的车手，或者是汇款到指定的这个人头账户。那么这个时候，被害人他浑然不知自己已经受骗。刑事局长周佑伟表示，警方除了持续肃枪扫黑打诈，并利用各行政措施结合相关政府部门，从源头拦阻犯罪，同时推动修正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纳管模拟枪子弹零件，增订公然开枪刑罚，阻断不法改造枪械及唆使开枪行为，以有效维护社会治安。记者张启腾采访报道。
太可爱了！台北捷运和日本卡通公司合作，欢庆 Hello Kitty 50周年，结合布丁狗、美乐蒂、酷企鹅、蛋黄哥，在捷运南京复兴商品馆跟大家相见。可爱拍照打卡墙和闸门、地板以及询问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陪伴粉丝们搭车及逛街。国际萌教主 Hello Kitty 出现在捷运南京复兴站，台北捷运公司与日本卡通公司合作，欢庆 Hello Kitty 50岁生日，同时推出限定联名商品，也举办见面会，让粉丝可以一同合影。因为喜欢 Kitty 啊，喜欢很久了，家里一堆 Kitty。因为我们想要跟 Kitty 合拍，然后我们大概12点多到吧，锁定娃娃，对，娃娃大小的娃娃，还有悠游卡，是家里可以用的，然后或者说摆件，就是很多种类啦。我们除了在捷运本业，我们提供更安全、更可靠的捷运系统之外，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旅客更丰富以及更活泼的一个搭乘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今年刚好 Hello Kitty 这个今天刚好他生日，我们也是他50周年的一个这个日子，所以我们也跟他来做一个合作。那这个要谈到就是10年前，当他40周年的时候，我们也是跟他合作那在我们猫空缆车那边，我们发行了很多联名的商品很受大小朋友的一个喜爱。那这一次50周年，我们跟他合作。我们也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商品。那三丽鸥这边他也特别为了这一次联名限定，有很多是单独的一个这个图案。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合作厂商也开发了66种的一个商品。我希这个是到时候我们会陆续推出希望大家都能够会喜欢。我们捷运商品主要是以捷运的一个元素或者捷运的一个意象。那跟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一同共同来开发，那比较受欢迎的包括像我们的轨道列车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具等等那我们也接受这个厂商这边他们的提案，那提案只要经过我们审核以后这个就可以在市面上来贩售。联名系列商品包含悠游卡、文件夹、绒毛娃娃及吊饰等。另外也在捷运站设置梦幻打卡墙供民众拍照，不仅有 Hello Kitty、 布丁狗、美乐蒂、酷企鹅和蛋黄哥都在闸门区、地板及旅客询问处等着大家。我们从民国85年3月28开始营运了，我们第一年每天只有4万人，我们现在一天可以载大概最多礼拜五可以载到236万人，所以各位可以想见，这个一下子从4万变成236万人流就是金流。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旅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Hello Kitty 的好朋友们已经还在那边要等着，待会要一起参与活动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知道，在这里这个地方呢，正好是南京复兴站，是的，而且正好在我们的付费区和非付费区的中间。这里我们后面有一排的商店 Metro Corner 都是我们最热闹的地方。我们希望借着我们台北捷运安全、可靠、舒适、便捷的一个服务呢，来给大家做最好的大众运输服务以外呢，今年我们特地除了今天我们有这么多项60多种的联名商品以外，当然今天是先拿出20几种我们后续还会陆续的推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三丽鸥给我们支持做了一列在淡水线的一个彩绘列车，也跟大家报告这个我们6大主题的明星，对不对？除了 Hello Kitty 是，美乐蒂是，还有大耳狗喜拿，没错，对不对？是的，酷企鹅，酷企鹅，对不对？还有蛋黄哥，蛋黄哥跟布丁狗，还有一个布丁狗在这边，超可爱的，一共6个，这6大明星呢会跟大家一起同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想过，为什么 Kitty 她的左耳上有戴了一个蝴蝶结呢？这个如果是 Hello Kitty 的忠实粉丝，应该马上脑海就会冒出这个答案来。
其实答案是啊，这个蝴蝶结它有一个特别的含义，也就是说，Kitty 的蝴蝶结它是代表着人心跟人心的连结，那是串起全世界人跟人之间、人跟地区之间友爱的一个象征。那我们 3DO 集团在2021年有新设一个企业的愿景，叫做 One World Connecting Smiles。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借由创造每一个人的笑容，并且透过把这些人的笑容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快乐的环，那从而达到说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和睦相处这样的一个企业理念。而我们家 Kitty 的这一个蝴蝶结正是这样的一个愿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含义。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回归到现场，台北捷运呢，当然它也不是仅仅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台北捷运它同样是连接人与人、人与城市、人与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每天我们会看到无数的通勤族，来自全国各地或者是世界各地的游客们，那他们搭乘了台北捷运往来每一个繁荣的城市以及我们所熟悉的各个城镇里，那或者是搭乘台北捷运回到他们温暖的家，交织出无数的这个温馨而感人的一些故事。那我们非常开心的就是说，今天可以由 Kitty 带着美乐蒂、大耳狗、酷企鹅、蛋黄哥，还有一位大耳狗行啊，布丁狗，这六位 3DO 明星家族，那一起将让他们可以成为这个人心的结合以及友爱安心的一个象征，一起跟着台北捷运带给更多的乘客们更欢乐的一个搭乘体验。除了联名商品和捷运站的彩绘装置，也打造梦幻的捷运彩绘列车，在淡水信义线起航。欢迎民众透过捷运 App 掌握列车动态资讯，与可爱卡通明星同游台北。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缉，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为了维护民众使用市售食品容器具以及循环杯卫生安全，台北市卫生局抽验50件食品容器具以及22件循环杯，其中3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将依法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并且命令业者将违规产品限期回收改正。市面上食品容器循环杯琳琅满目，为维护民众使用安全，卫生局质量饭店、复印用品店、五金百货商店等处进行抽验，共计抽验50件食品容器具及22件循环杯。食品容器具品质及循环杯的清洁度，其中3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将依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并命业者将违规产品限期回收改正。台北市卫生局其实每年都会做市售食品容器具的一个抽验，那今年也比较特别，我们就配合环保署，也就是国府环保局在推动的环保杯的一个政策。那当然民众对它的一个清洗状况的安全呢，事实上都还有一些疑虑，或者是说非常的关注。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专案里面，除了例行在抽验50件的一个食品容器具以外，我们针对于环保局提供我们就是环保杯政策的相关的品牌跟通路，也抽验了22件循环杯，来确认它的一个清洗的一个安全性。
那针对50件的一个食品容器具的品质跟22件循环杯的清洁度，在检验的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那只是在容器具里面有3件它的标识是不符规定。那整体的一个抽验来讲的话，如果以容器具的抽验，我们大概有23件的一个塑胶类的产品，有6件是纸容器有临摹的部分，那有6件是烘焙纸跟调理纸，15件是不锈钢的部分。那当然依它的属性，我们会做材质的一个鉴别，还有耐热性，还有产溶出试验双分 A 等等。那这部分的话，3件标示不合格，有2件呢，是一个水壶跟一个保鲜盒的部分，它是在本体上没有材质的名称跟耐热的温度。好，那因为它是重复性使用的一个器具哦，所以其实外包装拆除之后，这些资讯就会不见。所以依法它事实上要用雕刻或者是打印或者是设计的方式，要在本体上显示这样的一个资讯。那另外一件的话是一个左右四格的一个容器，那它在最小贩售的一个包装上是没有制造日期的哈。那这部分的话，我们会引起相关县市卫生局这边进行拆除。那但22件的一个循环杯的部分，它的主要来源来自于我们台北市有合作循环杯政策的13个连锁品牌。那我们检验的项目就针对它的清洗的一个清洁度来看的话，最主要是检验它的淀粉残留物、那脂肪残留物，还有就是烷基苯磺酸盐的 ABS 的一个残留。那在整体的检验结果都是符合规定的。那以上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会持续去监测我们的一个容器具的一个安全。那如果有相关的一个标示错误，也会要求业者这边要进行下架进行改善。卫生局表示，塑胶类食品容器具耐热温度可能因为不同规格或经由不同加工方式制成，使得实际耐热温度有所不同，故应以制造商标示为准。消费者应选购标示完整产品，并依照标示事项正确使用。当产品发生破损或裂痕，应立即更换，以确保安全与健康。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您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吴俊松。在骑楼通道的绿脚鸭变大了，市政府交通处最近重新张贴大一倍的绿脚鸭，更加的醒目，获得民众肯定，也希望提醒机车族不要违规停放在绿脚鸭上面，维护行人友善的环境。走过斑马线进入骑楼，可以看到用来保障行人通行的绿脚鸭图案变大了，路过的民众相当肯定。这样很好啊，这样很好，我觉得让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注意这样子，让给行人通道，这样很好，我觉得很好。对，像以前有时候好像会被车子都停整排，对不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比较有规矩了。很好啊。怎么说呢？这样子的话就有个间距嘛，有个区别啊。对，这个地方人就是不会停motorbike的啊。市政府交通处最近重新完成张贴，变成大一倍的绿脚鸭，要借由醒目的图案来提醒机车族不要占用行人通道，避免受罚。其实透过这一次我们试贴，然后包含这一次最近在交通处这边在进行的这个实体的标线的画设以来，我们也尝试着用实体的标线以及大型的这个脚鸭来替代这个临时性张贴的这个小型的脚鸭，那目的还是在提醒民众，在使用这个骑楼空间的时候，还是要做这个预留给人行一个友善有爱的一个通行空间，来提供民众来做通行哦。那其实在以行人穿越道转角的这个周边未来也持续会是会这个警方的一个执法的重点哦。那其实目前还是有零星看到有一些车辆会停到骑楼转角，或者是我们有张贴脚鸭的这个区域的部分，还是在这里特别有呼吁市民朋友，如果有骑车到这些处所的时候，看到这个脚鸭的部分，还是务必要将车辆不能停放在这个地方哦。那这个地方很明确是给行人通行行走的部分。另外，由于市长谢国梁也注意到有些民众需要临时从路边进入骑楼，因此市府也设法为行人留出了通道。市长在执行这个友善政策以来，那也其实也都发现我们的骑楼地到我们的人行道的部分，其实先前常常停满了机车，那造成行人从骑楼要到人行道或者是车道
做一些接送临时接送的状况，在上下车搭乘的时候都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特别针对了我们骑楼的一个空间，然后针对这个绿脚丫的部分，也请交通处这边能够有做一些处置哦。那骑楼到连接这个人行道部分，也能够借由这个绿脚丫的张饰张贴的部分，让车辆不要停放，人行能够好走。全市目前已经划设了130多处的绿脚丫，市府交通处也再次呼吁机车族，在骑楼看到醒目的绿脚丫图案，请勿违规停放车辆，共同来确保行人和轮椅族朋友通行的安全。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全国义消总队的总队长、副总队长以及总干事联系汇报，暌违多年首度在基隆举行，这也是疫情之后第一次的大规模召开。今年度啊，112年的全国总队长以及副总队长，包括全国的总干事的联系汇报，那在基隆举办，那我想这是暌违十几年基隆都没办的，那第一次，这是第一次在基隆举办。全国义勇消防总队跟重要干部进行每半年一次的会务联系汇报，主要是反映基层心声，交流救灾经验，尤其在执勤装备安全的方面。会场上贵宾云集，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内政部长林佑昌、基隆市消防局长向永才以及基隆市的议员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来关心这些全国的消防英雄干部。全国各县市的总队长以及副总队长，包括总干事，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地方做义消工作的这些问题啊，然后借由这个机会啊，然后来跟我们的消防署的一些长官来做一些回应，然后希望我们消防署这边能够了解我们地方的义消人员啊，平常啊协勤的困难度以及辛苦度在哪里。那借由这次汇报的话，然后也可以联系我们各县市的义消及勤资，大家一起来联谊，然后对义消的工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互相来关心。市长好，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迎来我们所有全国最重要的打火兄弟团队们，今天齐聚基隆，国良真的非常的开心，可以在这边见到大家，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我们曾纪言总队长带领的义消团队。在我们的警消同仁之外，给予我们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我们近几年也大幅的感谢中央的支持，更新我们的设备，然后尽量让我们的整个消防跟我们的政策能够更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工作。总之，大家今天来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这个多吃几口，多喝几杯。那有机会就多来基隆走走看看，也欢迎我们林部长回娘家来看看我们基隆的消防团队。内政部长林佑昌也特别颁奖慰劳辛苦的单位，包括基隆市消防局跟义消竞技的优胜队伍，慰劳义消人员的辛劳付出。好，所以来自全国各县市的义消的打火兄弟哦，大家齐聚一堂。我们日前在南投有举办的这个竞赛的一个活动，然后大家表现的都非常好，所以等一下要进行颁奖哦。那我们是基隆是一个港口的一个城市，这个我们客人来到基隆，当然我们一定要全力以礼相待哦，也让所有来自各县市的义消的伙伴们来体验了解我们基隆的风情。在各县市消防人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义勇消防人员协助救灾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值得各界一起来重视。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基隆推动成为友爱城市，市政府协助在地社福团体争取民间资源挹注，一共有10个社福团体通过台新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初审。基隆市副市长邱佩麟、社会处长杨玉新特别用快闪的方式邀请市民上网投票，用行动支持社福团体获得更多资源挹注。在慈善基金会吉祥物机器人陪同下，副市长邱佩麟、社会处长杨玉新和现场100位志工，从国门广场呼喊口号，邀请民众一起做公益。好，现在10个团体，然后你就看这个投票，他会按确认，然后再往继续往下，继续往下。
知道基隆很多社福团体在参加，所以我们想说就试试看可不可以帮助到大家这样子。民众拿出手机为基隆十个在地社福团体投下一票，这场快闪催票活动引起了民众热烈响应。首先要谢谢台新公益银行慈善基金会，他今天愿意协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社福团体架在他们的平台上面，让很多人看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政府做一个大平台，来用企业的力量帮助我们所有社福团体科技化、数位化，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会走出去，不是只有跟政府要经费和预算。社会处这几年一直很希望配合市长的政策，帮我们打造成亚洲最有爱的城市，但大家都知道基隆的资源很有限，所以一定要借助台新，真的很感激用公益平台的方式让我们所有的团体能见度更高。希望大家别忘记了，基隆共好需要你的一票。市政府协助在地社福团体争取民间的资源挹注，今年有十个社福团体通过台新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你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出审。副市长邱佩玲以具体行动邀请民众一起响应，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十张票，那你可以为你所喜欢的团体来投下你神圣的一票，让这一票投下来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所以也邀请每一个人自己投票，也把你喜欢的团体分享给你的朋友们，让他们一起来投票。台新洋公益慈善基金会这一次第一次来到基隆，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快闪活动就是为了让社福团体能够走出他的舒适圈来跟民众接触，所以我们的快闪活动第一次来是因为基隆的社会处非常的积极推动所有社福团体来进行一个自立自强的活动，让这个政府的赋能跟民间的鼓励能够结合在一起，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副市长还有社会处都来到这里为所有的社福团体一起打气。第十四届台新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你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从即日起到十一月底开放线上投票，每个人总共有十票，邀请大家用行动支持，帮助社福团体冲高票数，获得民间的资源。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由教育部主办并且由部属五个科学馆所承办的台湾科学节迈入第四年，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特别规划一系列民众可以参加的科学节活动，内容丰富有趣，即日起到11月12号为期九天，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典礼开始。迈入第四年的台湾科学节在海科馆热闹展开，开幕典礼现场贵宾云集，以遇见科学遇见永续新生活为主题，规划为期九天的科普盛会。在科学节期间的两个周末假日，海洋剧场前广场设有主题市集及许多闯关体验摊位。做的是跳跳章鱼，然后它是利用就是偏心的原理，所以它在下面呢有一个就是圆盘，那如果小朋友他们回去做实验的时候，还可以就是抽换他的在上面加不同的，那它是不规则的形状，那它的就是抖动就会更明显。让章鱼动起来的原理是离心力，而这浮尘子可以亲手感受压力，了解阿基米德原理与帕斯卡原理。当你压它的时候，它就会动了。这是浮尘子，哦，那因为透过压力让这个东西，哦，它里面的密度也会改变，然后它就会沉下去。还有结合 AI 科技的体验，让大小朋友亲手玩科学，还可以集满20个章就可以兑换限量好礼。可以练手眼协调，然后还可以用科技，就是知道自己的能力。即日起到11月12号，欢迎大家来海科馆参与科学盛会，一起遇见科学，一起遇见永续新生活。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国科会办理的台湾科普环岛列车从10月30号展开科学环岛之旅，连续五天历经全台17个县市，终点站抵达基隆火车站，让基隆国小学子有机会体验各项科学游戏，从生活中爱上科学。暖江国小的小朋友热情的表演踢踏舞，画面上是国科会2023年台湾科普环岛列车在五天的科学环岛之旅抵达终点站基隆，举办闭幕典礼。
八节车厢聚焦八大科技主题，让基隆的国小学子有机会透过活动来体验科学的奥妙。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以前都没有在火车上玩过桌游。我刚刚玩了一个叫六军旗的游戏，就是两个人 PK， 用一个九宫格，一个人有三颗旗子，你可以向前移动，你向前移动，如果把对方的旗全部都堵光，别人没办法移动之后，你就可以获胜。我一直觉得科学普及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我们一直想让学生知道科学就在生活当中，所以透过这样的列车体验，让学生可以知道原来我们不经意的事情，它都是点点滴滴的科学累积。双手这样握着，一下一下，然后快速的让它去转动，这样快速的转，让它 LED 都发亮。配合科普列车来到基隆，海科馆跟相关单位也在火车站南站广场摆设摊位，让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透过玩游戏来认识海洋科技跟海洋生态。那它列车里面的每一站都有很多科普的议题放在里面，然后就让我们孩子会上车去玩，然后下车就像基隆这样，这一站也有很多的站可以玩。那当然海科馆有这么多站哦，你也如果 bingo 都有很多礼品可以换哦，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台湾环岛科普列车这样的一个大计划是非常有意义的。2023台湾科普环岛列车圆满落幕。台湾科普环岛列车闭幕活动贵宾云集，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参加，肯定这个科普环岛列车相当具有教育意义。其实我一直都有想用这样子的路线哦，在短时间内带我的孩子看一下整个台湾，不过比较少有火车是可以这样子直接来做，没想到科普列车把它做到了，所以看到这个科普列车能够在基隆完成这个闭幕式，我们就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教育还是让我们下一代更好更幸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育的过程，让我们一起努力创造更多的科普列车。基隆是我的故乡，我是在基隆八堵出生的，因此对基隆有一个特殊的感情。今天代表国科会参加闭幕典礼，特别要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说谢谢。第一个谢谢是要谢谢基隆市政府以及相关县市的市政府，一路上给我们行政上的资源以及协调国小来参与我们的科普列车。第二个我们要特别谢谢的是相关的大学以及相关的教授积极的投入设计科普实验，来让我们那么多的小学生有那么多丰富的科学实验可以来玩。2023台湾科普环岛列车环岛之旅圆满落幕，也带领全台 1.5 万名国小师生开心玩科学，启发孩子对于科学的好奇心。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盒，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年度规模最盛大的台北国际旅展在南港展览馆举行，因为旅游产品聚集，吸引许多民众来朝圣，人气沸腾。基隆市政府在旅展打造基隆馆，携手在地的业者，大力宣传基隆特色的美食伴手礼以及秘境景点，邀请全台各地民众来基隆吃喝玩乐。请问大家接下来就要去哪个县市玩？
画面像是台北国际旅展的现场，许多对旅游有兴趣的民众不断地来到现场。基隆市政府这次特别规划了一个基隆馆，观销处携手基隆在地的美食伴手礼及文创商品等业者一起来参与，吸引各地的游客不断地来询问购买。说管讲，那老板娘很热心，都有试吃。那我们吃了觉得其实产品很实在，很好吃，也没有人工调味。那老板还特别介绍这个手工煎饼，还有蛋卷，我都觉得比那个老街的还好吃。像这边的话，就咸柠檬酱，觉得还蛮好，蛮好吃的。那可以加气泡水，对，然后还有基隆三宝，他们介绍的，觉得应该不错。这个王样咸柠檬呢，它是我们基隆在地的水果店，也是我们这个严选，就是水果都会严选。那它这次严选是小龙柠檬跟海盐去制成的。对，那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国盛行的香肠，它是用鲱鱼卵，也是我们的基隆好物哈，就是有得奖的。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甜不辣饼干。甜不辣呢，就是我们基隆呢，就是特色嘛，所以我们把它做成这个甜不辣的形状。对，那这三样东西也是我们今天现场的卖的非常好的，也可以到委托行故事馆购买。对，锁管小卷，然后还有什么中卷啊、透抽啊，到底有什么分别？他们会询问，当他们在询问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解说。啊，解说了之后又试吃，哎，觉得它不错。很鲜嫩，很鲜甜，而且很 Q 弹，所以说他没吸感没燥之后，他回去他就购买力蛮高的。那另外还有一款就是我们刚去年才开发出来的产品，这叫做千层豆腐盐的手做煎饼。那这个煎饼呢，就是仿我们北海岸的那豆腐盐去开发出来的，把那个海藻直接海食存，只要包在那个夹层当中，然后采低糖低油的方式。一片一片的酥脆可口，我们就带了我们八斗族的特产。其实最多询问度的是我们八斗族的特产小卷跟鲱鱼卵，为什么要在地性的吧？啊，所以客人只要看到这种东西的话，比较特殊啦。啊，像我们小卷的话叫去眼除背，那鲱鱼卵的话就是经过很特殊的那个繁序的工序以后，才做成一瓶酱料。所以像这两种产品的话，在我们展场还是在我们一般的那个卖场，生意都不错，询问度都很高。旅游过程中，交通工具更是不可或缺，因此基隆馆这次也有机车租赁平台参与宣传。那我目前从基隆开始的时候，我们现在全台已经有72家的一个门市跟合作店家这样子，对对对。那我们也透过数位化的方式，来让来基隆旅游的客人，他今天可以提前预约，确保说来到基隆一定有车。那透过我们的机车的服务，他可以选择比较短期的使用，也可以选择用长期的。市政府观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也来到现场，为参展业者加油打气，欢迎游客到基隆来玩。基隆馆的现场也规划热闹的有奖征答活动，跟现场民众来互动。滨海七金窑送给你，好不好？记得要来基隆找我玩哦，好不好？第二条，你想去哪里玩？基隆深夜游，好不好？最后一条，大哥想去哪里玩？纯白蟹膏游。纯白蟹，我去当网美，好不好？这一条真的很适合当网美，而且是新的景点，新的景点。游奖征答带出这次基隆的主题，遇见海港巷弄秘境，共规划了三条体验游程，包括基隆深夜游、滨海奇迹游、纯白蟹膏游，串联起美食伴手礼跟景点秘境的故事，让外地游客能深度探索基隆。体验基隆的好山、好水、好空气，绝对可以让游客收获满满，来过还想再来。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台北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我是吴俊松，再会。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接着，诺克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提防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看到一则则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重可处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 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接着，诺克奖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请坐。叫什么名字啊？小不点。你有哪里不舒服吗？妈妈现在打流感疫苗。嘿，不要怕，只一点点。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陈时中。啊？我也要打流感疫苗。爷爷是大人，也要打疫苗哦。
对啊，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应该接种疫苗，保护自己的健康。快打流感疫苗，好健康哦！大家好，我是蔡美玲。108年度国旅所得靠边缴加国旅平段申报期间，自109年一月初一开始到109年二月初五为止，靠缴义务人给付国旅所得开立的靠边缴加国旅平段，会当透过网络方式办理平段申报，无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经过上传成功，就完成申报程序，省时更方便。大家会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下载国旅所得平段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有人在吗？救命啊！你好，我是主管总署的轰炸员。政府透过每个月人力资源调查，掌握就业和失业的状况，来做施政评估。我是轰炸员，请支持人力资源调查，